那书本房野兵房的还可以啊。梅吉尔上来想先声夺人，野兵赢来了。野两兵营啊，这个兵营的位置应该是很难找到的。其实书本已经很有意识的左右去找了。两兵营，我发现现在都是野两兵，没有人野三兵营了。哎，有机会哦，这个房子啊。看到了吧？看到了吧？看到，应该看到。看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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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哎哎哎！啊，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看书本会不会防啊？我跟你说，他就是那一张。不管，然后这把臭农民下来跟你干的那一张，别人会拍两个宝的呀。你不管别人拍两个宝，你怎么办？狗逼，你妈居然拍两个宝，不按我他妈不按书本的套路出牌。不是都拍两个宝的呀？只有你妈问。别去了呀！哎，这哎，怎么没造好啊？哎，这啥意思啊？你造呀！我靠，你在干嘛？这是什么理解啊？不，你造好和不造好，不都你们都是那个吗？卖掉你的75块钱啊？这，哎，这啥东西啊？这，他下面那个宝藏不是肯定造好的吗？没看懂啊，这我真没看懂啊。他已经转死神了，这不，你不管转不转死神，你造好造地堡没错的呀。这是啥理解啊？那你看得懂吗，黄哥？没看懂。书本很聪明，他就现在狗刨了你家，然后本来已经成功了，本来是不是吗？没看懂，我真没看懂。他是不是想多了呀？他觉得书本防得很好，他想多了。毛，你地堡造好了，书本那波农民拖出来已经死了一半了。是的呀。你不管是造死神也好，造啥自己也好，肯定造得好的呀，这个。哎妈，这个真的是醉了，本身已经是个大优，不，甚至是盛世了，盛世了已经。他可能战术设计的就是假造地堡，然后那个出死神逼你出狗，可能啊，然后偷基地。但这样下来的话就没打到书本什么东西。不，他如果是这样判断的话，我跟你说，黄哥，他如果这样判断的话，啊。就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如果这样判断的话，你就不应该下第二个地堡，下一格就好了，逼他出狗，对吧？对啊，我逼你出狗不就好了吗？我为什么要下第二个吗？你想想是不是这么说法吗？切你！啊，这个真的是，妈才疏学浅啊，看不懂他们高深的这个套路。他这个套，哎，你们这帮狗逼！他们说 ，Major 故意不打死书本，然后让自己劣势就可以转机械化了。这。Okay, so he is going into BC from here, right? By the way, that barracks landed there. That really interrupts the mining time. 转一个飘大河。啊、书本这波张张拱过去，你出大河来不及啊，对吧？怎么说呢？好，先出个女妖。出女妖啦！他已经看到张张朝了，必须要先出女妖。对，而且看到两面下面有两个气了。我怎么感觉女妖应该防得住啊？书本还是亏啊？还是要输啊？现在看到大河的建筑，书本这个时候想，妈先拱了再说呀！我靠。
就我没想到对方出的是女妖，他可能以为对方点的是大河。不不，还好，就是书本现在为止，他其实想法也挺简单的，我就拱一波家里面开始补农民了。哎，也行。那这样的话就没问题。先把你女妖压在家里。然后我不管你出不出大河嘛，我女王还是要补的嘛，嗯，对不对？防空我也要补，你出大河肯定要补防空的。没啥太多问题啊。没问题。两个人这个交换是可以接受的。书本反正蟑螂也死不了几个，就对，就这样吧。真节约啊，这两个蟑螂都要节约。那能节约吗？肯定要节约一下的。好节约啊。还让女皇把他救回来。哎，短手戳不死，换以前肯定死了。对，短手现在是。妈个鸡！我就感觉有机会戳死。以前肯定死了，以前会多戳几下。这手太短了，现在。哎，其实说起来短一格，但是你打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短了好多。对。我靠，这个操作可以啊。这没死什么农民啊，这波大河也守住了。那手短现在没那么容易放大河风筝，对吧？这倒是。这以前他妈的那个大河追那个女王追不到，你妈被放风筝，我靠。哎，这一格射程真的是影响非常大。这以前这你没感觉这个一格射程影响有那么大。现在怎么打起来的时候觉得好长啊，那个一下手短了很多。书本我估计是一攻蟑螂转这个腐化，然后直接打一波。对，不跟你比比的。对，不跟你比比的。先把你压伤嘛，我感觉这波有可能要打伤啊，这波蟑螂先把你压伤了。农民。真的压伤了。我靠。直接拱坦克去了呀！啊，他进来了！进来了呀！你放过我进来吗？我进来了呀！你都放我进来了，我好十五条飞龙摁下去，完了，没劲没了。他完全想不到这波是转飞龙了。想不到，这波飞龙转完再转蟑螂一波都可以。关键这波飞龙转出来之后，你家里面没有任何的一个防守飞龙。他现在在防腐化。对。他正面点防空就是防腐化，他以为对方要腐化蟑螂一波。飞龙来你追不到就各种被烧，就家里面扫一圈就没了呀。他在防腐化，现在你家里面主矿一个防空，他意识到了，有一个防空家里面。那么你防得住吗？防不住的呀，这飞龙有点多了。还算及时，没有让飞龙定山切进去，还算及时啊。这大河炮，我看上来，对吧？给你交点税就交税了。不是这样的，你只要不是那个，你只要不是说飞龙一波打伤了，他只要能憋还是能憋的。对，出雷神出解放慢慢打，对吧？你见面你也要死飞龙的。这个是不是有点过了？你要切你去切那个，你去切主矿呀，对，你这么这里有什么好切的吗？这个地方。他反正现在就爆飞龙了，飞龙有点多，但是Major的处理是对的呀，他出地雷带雷神，对的，没错的，对吧？这个你出地雷带雷神就可以让你有机会萎缩起来，对不？感觉早就该切主矿了，对呀，早就一个防空根本就守不住，雷神都出来了，人家干雷神呀！我靠，妈敢打我！哎，算了，有大河好吗？就干不了，算了，这早点切主矿，其实一波就切伤了。对，现在反而没切到东西。啊，哎，这什么东西啊？他是那个所有的飞龙编一队的。我感觉要翻这么大，你看着，你妈你一直爆飞龙，现在飞龙其实没有那么有用了。雷神出来之后，然后又有地理的情况下，飞龙已经很难切了。对，首先没这里没飙车，对对不对？没飙车，你这个飞龙其实意义也就不是那么大。
虽然说机械化归机械化，但是机械化有很多种组合，对，不同的组合你要有不同的这个兵。他这盘是那个就是飞大河，然后憋兵的，你飞龙就没那么有用。你现在飞龙去抓大河，你抓我就飞，你抓我就飞，对吧？抓不到，我抓不到，我下面还压你一片矿，压完了我就飞，你来了我就飞了呀。三二一，走。那么几千吗？还放大河炮才走？没事啊，他算得好，你飞龙打大河不痛的呀。好了，修一修啊，不急，慢慢猥琐。书本不会打不来这个后期机械化吧？啊，书本每一次就是打这种机械化的时候，钱都很多的。他爆飞龙吗？钱是多。打了，强行打，强行打，不管，拉一下。拉开，强行秒基地。他现在就不能让你第一时间把基地运营起来。对，刚才换了我直接就飞龙直接拉过去把这两个雷神也打了，我靠。不，现在我就很期待书本来一次召唤神龙。又按了十四条飞龙。好了。不过没劲没出解放者这盘。出地雷也行。地雷带雷神。我告诉你，相比于地雷，相比于解放者，我觉得地雷更恐怖。哎，我就问你想不想看你妈召唤神龙？你不要，你别逼！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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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来点防空，点防空啊！来点防空。书本来，书本来，书本来！看书本会不会来点防空啊？你妈的，这个阴间兵种很吓人的呀！啊，飞龙来救我就走。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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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死看你那么多飞龙爽的一逼来啊来还、哎、有没有他没带眼虫的他没带眼虫的34条飞龙难道要有经典的一幕吗看看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感觉有机会他往上飞就要造重往上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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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八个鸡没有剧团我靠哎呀妈个鸡的为什么我们那么想看他就你妈召唤神龙吗不这是每一个观众都想看的哎呀没剧团而且只炸了四颗你说剧了团如果他去点那个防空就舒服了说的没错可惜啊大家都可惜太可惜了你们是不是人哎呀都觉得可惜了那这个地雷数量这书本正面其实已经很难推了我什么童话完成他童话大河童话大河他没办法抓大河那赌博有什么用吗来不及吧飞龙这局骑这个地雷带雷神的脸骑不动的我感觉书本要被一波推死打到这个局面书本的这个理解不行啊我靠坦克也架好了这大河配雷神你这个飞龙不是那么好骑的而且下面还藏了地雷的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裤裆藏雷飞龙消失术有没有裤裆藏雷不用不用换妈的这几个雷神这几个雷神好吗了下面还有农民在修书本直接按了七个牛他已经你妈失了智了不管了有什么按什么啊！死前把农民打完呀！哎、把那个钱用完呀！他把气全部花了。但问题是，坦克混雷神，你牛打得动吗？打不动七个牛有啥用吗？打不动。我靠！还有大河还能修？你妈那么极限的一个大河回来修起来？修啊！农民不是有农民吗？书本没气了这波打完也没了呀感觉。牛你妈孔、啊、堵在里面好牛回来包牛包夹但是雷神打牛也很凶啊。现在关键天上还有大河啊。算了。这书本你妈的。算了。天上三个大河还在。保他的只要大河围着这个雷神你其实你狗什么的也没啥用大河打狗很快的怎么战损差那么多这盘也该输本输他抬不来这个输本就该输了不
我就觉得舒本的这个后期打的不是很好，而且梅吉尔明显打飞龙很有经验，但梅吉尔已经把钱打干了，我跟你说，梅吉尔把钱打干了，他还要飞基地出去再开矿。舒本因为下面还有两三面矿嘛，还有一次包夹的机会，舒本如果能够这个时候转个一两条飞蛇包一下，说不定还有机会赢的。你既然有童话完成，你妈你就出点感染。他没气，他没气。这个局面其实出感染虫非常好。但是他没气啊。你牛这种东西，你待会儿碰到这种飙车的牛，还要被飙死。这怎么感觉打成了我昨天那个局面吗？那就牛最后被飙死了。他出解放者了呀，飙的也很猛的呀。他出解放者了，主要是这解放者飙起来很烦的。首先呢，书本不可能再去出飞龙了，他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气了，他只能出牛狗，牛狗毒爆。哦呀，这个牛，我靠，也算蛮硬的。如果是个追猎，早死了，我靠。好了，出了五个感染，这个是对的，转感染虫是好的。牛这个东西其实到最后就是你牛狗你抓不住那个飙车，能定一下那就更好，但是首先还是要解决天上那几个很烦人的这个大河。我怎么感觉他路过的时候一会儿要中雷了呀？没埋，应该的嘛，我靠，没埋。大河见面就大河炮呀，大河炮打完就走呀，现在不就这样打的吗？他大河只要一直续你就很难受。对，但他不他有那个童话完成的话，我觉得大河还好。这个觉得抓一波大河就没了。来了，定哎，让你走啊，让你飞啊，你飞啊，让你飞啊，你飞得动，让你飞，打不过吧？让你飞，好了，吃三个大河、哎、可以。对，虽然能量费了很多，但至少还是把大河吃了两个。Where's the weak spot here for Zerg? It seems like the upper left is going to be the most desirable location to try to attack, right? Yeah. 哎，他不是火车带这个啊。如果地雷带导弹车的话，可能打不动这个牛狗啊。比较有火车，这没有火车的话，你飙不动的。主要是你很拿了一波狗，没什么办法。狗而且还能引雷。没点接的话真打得蛮好。再定就不要你走了，不用定了，本来就没有那个。好了，终于是敲掉一边矿，现在有火车了。对，一定要有火车。飙车还是凶的，特别飙到腐化一下就没了。书本又把钱存起来了，他要把他出爆大河了，出解放者吧，估计是。我估计是飙车带解放者了。对，飙车带解放者比较合理一点。解放者很厉害的，不对啊，他挂了两个科技关系，他爆大河吗？爆大河有用吗？爆大河，我觉得这个时候出解放者应该是最好的吧。对。飙车带解放者，然后升射程，可能会比出大河要好很多吧。因为他有那么多导弹车，其实腐化也没那么有用。主要有那个有童话完成，你这波这个导弹车带火车不送的，你怎么出大河？这波这个转大河有点感觉不对啊。其实你在每一波飙车的时候带几个解放者架一下，其实正面一下硬度就上去了。大河大牛还是有点打不动，这句话打不动我可能。哦呦，这个标的，
很乱啊，现在这个局面。Major 这个标爆大河可能要把自己、要把自己爆死，真的爆解放者。这个时候你想，你放两个飞机场，你挂两个双倍，上面有一个那个科技挂件，你等于是五倍弹解放者。就这种局面打起来的时候，你一个解放者往脸上一架，对吧？不，这个局面你把现在所有是爆三十条飞龙，稳赢版。不，所以我跟你说爆解放者嘛。如果书本有我这个想法了，爆三条飞龙，妈个鸡！不，但万一三条飞龙万一遇到别人爆解放者的，你们就没了。不，现在没有钱呀，哪有钱爆解放那么多解放者嘛？不，他都有钱出大河了，为什么没钱出解放者嘛？哎，一下子你续不到那么多那个的，这波飞龙一爆出来就直接就、直接转了八个大龙也可以吧？八个大龙也行。反正没劲儿，这个转大河有可能把自己转死。当然，书本可能也没想到对方转大河，所以他去爆大龙。爆大龙就有可能遇到什么情况呢？遇到对方你妈大河炮直接把你大龙清了，又是没有保护的，这你妈！他永远的大龙都没，他大龙就一出来就往别人脸上怼。大龙如果没保护的话，你妈估计还打不过导弹车，我靠！导弹车一锁就没了。哎，你们都不懂，我跟你说，你妈的，跟你们说爆飞龙，妈的肯定有爆飞龙的好处的，你们都不懂。就爆飞龙就要么赢，要么死呀。那这局面爆飞龙真的很好。我靠，这妈这妈的这妈被追击了呀！这波大龙又搞笑了，真的没想到是大河。这个突然一下飙出那么个大河，怎么这谁想得到吗？难道他转对了？这你妈转他妈那也是别人你妈转失误了。那书本有点配合，只能说好了，同化完成。哎，没有也没有转同化不了呀。这个真的这一波大河真的神来之笔了，变成书本也是莫名其妙跟他配合，他出了一波大龙。算了，怎么这太配合了？这波大龙真的太配合了。他在第五层，不，这个绝对是他配合的原因。就哪有这种时候你妈去爆大龙的嘛？不，双方一人配合一次。对呀、对方有那么多腐化的情况下，他去爆了一波，有腐化有感染的情况下，必须爆五个大河。刚开始 Major 也挺配合书本的，对不对？不是我们理解不够，是双方都很配合。书本耗不过了呀，这波这哪里耗得过嘛？这感觉现在经济不够了，耗不过了，有点。这肯定是，这已经没有悬念了。主要战损上面你会亏很多。就最后这波了啊！如果骑不了这波大河就没得打了，强行骑大河砸中，哎，强行骑大河，还有三个大河，但是好像有点打不过了。你除非火能全部砸到，砸不到呀。好了，就续不过了，就你再也没有钱续出腐化这种不对打大河了，所以最后还是输在这波大龙上。你又不是那波大龙，你多那么多腐化，你正面不可能被打穿的呀。对，书本啊，盘盘都不出大河大龙把自己出死。他刚三千前三千几，这波实在太可惜了。没了，这个局面已经没了。书本再想怎么搬都搬不回来了，转没气了。
我发现苏本只要出大龙，他妈的输的概率都很高。主要大龙没有以前厉害了。对，但他只要输大龙，我感觉就输的概率很高嘛。解开封印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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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了个鸡！老子封印了我的嗅觉和味觉。啊，又封回来了。好、哦，又封上了好吗？啊，他又封回去了。书本，我就不要去想跟 Major 去打后期，你要么就中期找个机会一波把 Major 冲死，对吧？你后期冲死他也是把他冲的很伤。别带了，都缺氧了。啊，没解了个眼睛，上面又是那么多雾气，说明很热啊，他。说明很紧张。他好像没怎么进过十六强啊。而且还是在 Zest 和书本这个组，其实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组。没准了，脚太臭了，必须戴个口罩。这你妈！不，他们那个应该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我们先看一下尊点位啊，地图下方的气动范围就是蓝色的人族选手，来自于墨西哥的选手 Major。胡安洛佩兹，趁你知道吗？他名字是胡安洛佩兹。知道。比如上方蓝色方向就是红色的虫选手书本啊。啊，胡安洛佩兹这个名字，说实话还感觉很像踢球的、啊。对。感觉像一个球星，你妈的。这样的一个两兵营，跳死神，出死神，跳死神。洛佩斯，哎，很多墨西哥人都爱信这个。拉美那边的好像这个都很。妈的，为什么法人一直在说你妈是？不，为什么法人一直在你妈的群里面一直在说什么妈的什么 Major 绝对绝逼学什么适合什么学习啊什么的？妈你妈的 Major 这个战术妈的可以好好用一下，这种大局观适合我，老子妈简直都醉了。法人你妈看到了就是不太需要操作、哎、你知道吗？打理解，对，不需要操作他就觉得你妈很适合打，我靠，打理解，我靠。不，他们拉美的那边就是西班牙和那个葡萄牙那边就特别叫什么胡安什么洛佩兹啊，这些都挺多的呀。反正这个名字一听就很像踢球的。对，不打理解的，我告诉你，你当你实力不到位的时候，你这种打出来的东西就一坨屎。没，在他那个分段可以了，他只要兵出对了就行了，是不是嘛？不，主要到最后还是会有一个操作的说法，没有说不操作 A 位就赢了。他现在就在3000多分的分段，只要能把兵出对了不就好了吗？他打不打得过那个赤小兔、啊？法人啊。啊，法人随便打赤小兔啊，怎么可能打不过赤小兔？那赤小兔是白金、那个、那赤小兔连韭菜都打不过，他怎么可能打不过法打得过法人嘛？啊，赤小兔也没练多久啊，怎么可能打得过他们嘛？你想，哎，法人还打赢过马玉 K， 那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赢的。反正就他知道马玉 K 只会莽蟑螂，他就在家里面架坦克什么的，马玉 K 然后冲一波，然后那按照你这个说法，那你妈的。那马尤克还赢过你妈的，还赢过蒙斯克呢！我妈的一场我都不知道怎么输的蒙斯克。我第一反应是，哎，马尤克难道跟他有点什么关系？我第一反应是这个反应，我想不可能输的呀。哦，赤小兔是2v2，二比二啊，二比二，单人青铜，你妈的！我以为他你妈的这种一比一能打到你妈白金组已经是妈很有天赋了好吗？对呀、啊，感觉他也没练多久呀、啊，这刚开始练就打到白金的，我想妈的这
这可以啊，对吧？他单人是青铜，就单挑是青铜。书本又是蟑螂，应该蟑螂要打一波的。嗯，至少要前压一下，不管怎么样。赤小兔是极限描花带他上的白金。哦，这样子。又是飞大河。蟑螂一波又碰那个了呀。对，我发现他的确就没地方研究的很透，打书本所有的应变做的很好。对，研究的非常透，知道你蟑螂一来了，那我就出那个，然后家里面穿火车，你狗也出不来。书本狗操作的确有点好，说真的。我就觉得他的狗就特别硬，他拉得很开，你知道吗？哎，对，就你有这种错觉嘛，就特别硬。对对，就你烧不动，感觉有点。你每次烧的时候，他都拉一下。他打不掉的呀 ，VF。哎，走了呀？他干嘛？他墙坏了吗？哎，这农民卡的有点好啊，这农民。破是破的，但没有威力了。没用了，没用了，白送。我感觉书本这盘又白给了这盘。凶多吉少啊！这波真的是白给了，战损亏爆炸了已经。刚才其实在守这个一波的时候，其实Major 的有一个农民卡的位置非常好，让你的狗没有办法全部输出，它上面全部卡死了，就那个位置卡的相当不错。本来这地堡细节理解都不错，我说真的，他可能唯一不行的就是那种爆发操作没有，就突然一下拉开爆发的那种操作能力没有，其他真的都打得不错。好像 Major 真的是练得非常苦的一个选手。之前不是李平南说他们在那个韩国的时候，就是他们睡觉的时候 Major 在练，他们起来 Major 还在练吗？就在他的世界里面好像只有心机。也挺好的，但是很专注嘛，说白了就是特别专注的一个选手，也挺好的，所以才能那么强。对吧？没有，可能他没有这种，就是大家说的那些操作啊，这种天赋，但是他就凭着自己努力，妈的十年如一日这么苦练，那也能现在跟顶尖选手打一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呐。是啊，你明显看得出来他是打理解的嘛。对的。墨西哥的心计很纯粹，你妈的！不，那你要说纯粹，那也不是这么说。但是不管怎么说，Major 是墨西哥最成功的电子竞技选手，都不是纯是心计选手了，最成功的，他是最成功的电子竞技选手。墨西哥并不是一个电子竞技非常发达的一个国家嘛。墨西哥还有谁嘛？美利亚。我不是说星际，我说其他的。没练啊，其他项目都没有他做的好。墨西哥不是摩洛哥，我靠！墨西哥。我去过墨西哥，那里的星际很纯粹。他们好像有几个打 DOTA 二的选手。但是好像没有Major搞得好呀，没有听过，就没有说名气感觉。墨西哥的拳皇格斗打得非常的好，那就不知道了。Well, he's not really scouting. He's being like, okay, I think it's this, and then he just plays as if it's that, which
给压力，其实哎，我真的明显感觉梅姐好像操作也比以前好了，你有这感觉吗？练出来了呀。飞龙换家，反应很快，刚才这个枪兵家里面有防空吗？有防空，哎呦，大河再换一面正面，哎，不是吧，我怎么有种这书本没了，他出的可是蟑螂啊，不是毒爆，没有失误的空间啊，书本肯定没了，这个肯定没了，没有失误空间的呀，这个哎，两个 BB 打了对吧，你说出毒爆那么没点操作失误还有可能被你一波打死，蟑螂就是大家硬碰硬打战损的，这个进攻 timing 选的非常好啊，而且思路也很清楚，下面也守住了，休息下来，哎，这正面打不过直接哎，火上会不会顶的吧，火砸的还可以，难道这就是书本的最后一场 GSO 吗？当年 Major 的最后一场战队联赛就是被教主两个野兵营送走，不，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开始念咒语，像当年 MMA 一样，不不不，这没什么好念的，还有最后拱一波的机会，哎，最后拱一波的机会，但是打过了呀，来不及了，被追击了，书本，这是最后一场了。梅姐现在把所有的兵 A 到前线，书本还在努力，还在努力，但被追击了，被追击了，火战王被贴上了，完了，硬刀，被火战王倒了，火战王倒了，已经过来了。梅姐要杀了十六枪了，哎呀，书本没了，书本书本没了，他没火蟑螂了，就剩下一些蟑螂，这都是臭鱼烂虾呀。对啊，小钢炮跟你干就好了。再见书本啊！六次接受亚军，史诗六亚。不过他也拿过一次 IEM 世界冠军的，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想想书本被淘汰也很正常。你想，别人都在苦练。你还在走基本功的，你星期星期二双休，你他妈打不过也很正常。哎，再见了书本，如此的泪目，再见书本。哎，远三八线没有机枪兵和机械化。Special， 一个努力了一辈子的男人，终于是战胜的书本，进入到了十六强。帅帅帅啊，很久没看到梅姐那么帅过了，点歌亚手，来一首亚手啊，好，送别书本，采访也别听的，没啥好听的，我们来送别书本，来一首亚手送别书本，一个背负着亚军命运的男人再次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十亚，而且这个第十亚是世界总决赛的亚军，集结，谢谢，
好了啊，今天就到此为止。